看我在这边这里发现这里有一个脱保战士银河侦探的一个破天钢翼，哎，我这边好像有点高啊，我们看一下，哎，从这边能不能上去给它拿下来？哇，哎，终于上来了，看一下，哇，这边好像是太高了吧？要不然我们还是下去吧。哎，哇，我发现那里有个台阶，从这个台阶通到这边，然后就可以从这个台阶上到那边去。我们从那边，哎。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是个羊了个羊的。哇，这边好像是个盲盒吧，一个盲袋，竟然捡到了一个羊了个羊的盲袋，还是没有拆的。我们看一下，从这边那个台阶在那里，从这边绕过去，然后这边这个破天钢翼呢在，哎，哇，这个好像是一个脱保战士银河侦探的一个神勇贝斯。我们看一下，哇，这边不行，怎么能给它拿过来呢？哇，这边好像也不行，我们看一下，应该是在这边可以吧，这边好像可以给他拿一下。哇，哎，这个不行，拿不到啊。我们看一下，还是从从这个台阶这边上去吧，从这里上。哎，哇，奥特卡片吗？哇，这什么东西，这东西不会爆吧？哇，这太恐怖了吧，就放在这边吧。这边还有一个这个英雄队员一个奥特卡包呗，这个我们就拿起来吧。哎，哇，这边怎么还有一个呀？这是什么？哇，这个是一个脱保战士银河侦探的一个，哎，它是一个重装坦克吧？这个重装坦克的载具模式应该是一个超帅的一个坦。哎，哇，那个下面好像还有哎，我们上去看一下。哇，哎。哇，完了，兄弟们又被我踩上了。哇，不会爆吧？应该不会。我，哎，哇，这里有个桶哎，哎，哇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好像是一个，哎，它应该是那个银河亚路的一个大炮吧？哇，这个太帅了。哎，还有一个这个东西，哇，这个好像是音速雷霆的一个钥匙。哎。还有一个这个，这个应该是一个重装坦克的武器吧？哇，哎，还有一个这个东西，这个好像是一个飞鸟，哎，它是可以变的吗？哇，这样就变成一个超帅的一个飞鸟。这个我们看一下前面这个东西，哎，哇，这边这个是一个脱保战士银河侦探的一个音速雷霆啊，哇，它是一个赛车呀，超帅的一个赛车。这我们给它放起来，然后我们从这边这个台阶上去，然后我们把这个重装坦克给它装起来，重装坦克超帅的。还有这边的奥特卡包，然后我们去这边看一下那个神勇贝斯，小心一点。哇，这边是可以看到地上的，小心一点。哎，哇，这个超帅的一个神勇贝斯，它是一个载具模式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羊了个羊的这个盲盒，这个放起来。然后我们去这边看一下，哇，看一下这边这个超帅的一个破天钢翼。哇，这个破天钢翼是一个经典模式，它的载具模式应该是一个超帅的航天飞机。我们现在给它变一下。现在这个破天钢翼呢，就已经变成一个超帅的一个载具模式，一个航天飞机，守护银河，脱保出击。